法官好清楚話俾我哋聽，其實冇發牌嗰啲，我哋都管唔到噶啦。如果你清清楚楚都話俾我哋聽，我哋即刻拉隊走，唔使嘥埋。不過咧，可以見下我好簡單自己嚇。咁咧就請恕小弟嘥大家時間。我係星矢醫生歐陽顯傑，我曾經參與嘅組織咧，包括選民力量啦、人民力量啦、香港人網啦、Aging.HK 啦、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啦、瑞南書院啦、聖文登天主教小學啦、聖西門幼稚園啦、喺基督教會度上堂啦、黑夜安全委員會嘅醫務小組、聖基督會啦、歐陽慈中心館啦、真主教會啦、聖母聯網慈天協會啦、復華支持會啦，同埋仲有你只是一個候選人，然後你譬如現在的法例是怎樣的，說一個候選人名要同時間說其他候選人名的嘛。其實這件事在美國，你已經發覺只是總統的候選人一說都可能成幾十個成百個，所以其實在美國你一說這些這樣的所謂公平機制根本是一個國際大笑話來的。不說美國那麼遠，就算我們下一期2012年立法會的時間，每一區都加了議席，然後每一區都虎視眈眈，然後每一區呢每一張名單呢都是名單制的，可能裡面呢可能有三個候選人的全部爛凹曬的，根本就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其實如果你有真的有刻去改這個選舉條例呢，就不是將一個這麼被人恥笑的一個做法引入去一個互聯網大海裡面，這個叫做用小學雞封己的方法的手法走進去大學那裡check人家頭髮是否過短、裙是否過長，這件事只不過是疑似我們網民大方而已。所以我覺得你如果是真的有法有規，應該調回頭想一下，連傳統傳媒可能這個這樣的所謂這樣去做公平法都已經是過時的了，這樣才是為之與時並進，這樣才是為之是有規有聲的。而你現在以一個小學雞封己的水平就走去一個大學裡面check頭髮，之所以你這樣都